小国家啦，所以他有一个朋友啊，这个侯先生啊，甲写一个中华民国的复音嘛，啊，等下给你提上去，而且写到最幽默的。所以中华民国也好，台湾也好，并无外交权，迄外交权是用买的，尤其在听清楚，1972年开始，中华民国去予美，去予联合国甲赶出来以后啊，迄个时阵台湾并不是属中华民国的呢。这中华民国换做台湾，都无可能入去联合国啦。我直接甲大家人讲这个话，我负100%的责任，任何人对咱来甲我辩。啊，若我都入去联合国，我当为只互你踢到高扬，踢到地拢无要紧。这国际法嘛，这简单的代志，啊，我有哪想无？想来七天都要甲大家辩，啊，叫大家一人写一张批，你有写无？好佳哉，你无写，我咧浪费时间。你有关钱无？无关钱是正常的。卖浪费钱，卖浪费时间，所以我直直甲执政党讲，卖去再骗台湾人啦，将真正台湾的地位讲予台湾人知影嘛。安尼台湾才当坐落来讲，安尼台湾过来要安怎做？唔只有可能台湾建国，台湾唔只有可能独，真正建国来独立，佫继续骗咱台湾人啊，就会像这边的选举安尼啦。
台湾人一日无信心去嘛，我有转互你，甲无转互你咪共款。但是各位，那现准是我讲的这个台湾的真相讲出来，台湾绝对有硬目，你免烦恼。所以有人咧讲中国会拍台湾哦，台湾若宣布独立，台湾若迄落建国，但是我会使甲各位保证，你听清楚，中国绝对100%，不是99%，100%，无可能嘛，无能力拍台湾。我你若讲啊这自信，我讲一个较简单的例，互你听。我家己厝内底的电脑，我都拢会当看到中国每一个都市、每一粒山、的每一片土地，啊，每一条街路我拢看。在这种科技的经营之下，都有可能战争？不可能啦！卖甲咱骗。中国知影台湾人惊死，每一遍就甲你吓。你若投予反应的，我就要甲你拍。啊，大家都说啊，我不爱战争啦，我不爱战争，我就投予反弹就好啊。唔对啦，绝对无可能战争。我刚刚甲直接甲咱大家人讲，今日就是讲咱现主席的这个武器无买，嘛无可能战争。美国啊，家己爱来防卫台湾啊，这是照美国宪法呢。所以我的册内底，我有写美国的这个总统、国务院的这个做国务卿、国防部的部长，因要就任之前爱宣誓、爱宣誓，我印将伊的誓词拢给印出来呢。因誓词内底讲爱捍卫宪法，会确定的执行呢。歹势吼，台湾就是你宪法内底规定的一个区啊。